家好，我是时光音乐人周深，今天我来接受胡小夏的方言挑战。不得不说，这个挑战对我来说其实没有什么难度，但是好像说不能够唱，那我就来试一试吧。我的老家是湖南，那我就用湖南话、湖南邵阳话来给大家讲喽。现在我们进行的是观众憋笑挑战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可是啊，我却全愿意相信最渺小、最微弱、最遥远、最无根呢。用尽个全力，努力一个回音，在无边、在无尽、在无界，要有一些生机。啊，胡小夏，快来检查我的作业吧！这个挑战真的好难啊。不管怎么样，大家今天晚上7:30，我们一起在时光音乐会见面吧。